胸中意歃血兄弟情，中原狂风起，逐鹿先到矣，雄鹰坠千里，中原为黎明，不为垂帘苦，但求功夫精。保家乡推羌敌，平战乱，枪挑万曲，情热血，浇灌百年社稷，赢得猛虎啸天地，卷起胸中衣，杀绝凶风起，逐鹿先到矣，雄鹰坠千里，中原为黎明，不为垂帘苦，但求功夫精，卷起胸中衣，杀绝兄弟情，中原狂风起，逐鹿先只要我能借的，一定奉上。黄将军，我要的可不是普通物件。哦，看来你就是领头的人。
说吧，你要什么？我要的就是你临行之前皇上亲赐的那件宝贝。哦，你是要当今圣上亲赐的靖海将军兵符？对，说吧，把兵符藏哪了？我不愿意跟你啰嗦，我数到三，你要么交出脑袋，要么交出兵符。那个兵符在后堂的金丝楠木供桌上。出门迎战，让百姓骂你们是窝囊废，是逃兵。此时此刻，众将士应该是众志成城，浴血奋战，驱除倭寇。看，这是当今皇上赐予的靖海将军兵符，由本王带领大家出城应战。
多亏了惠王，英武果断，不必说了。战乱已止，我今天是来向将军请罪的。说笑话了，惠王，水兵击溃了倭寇，何罪之有？按大明总制，在外藩王。 不得干扰地方军事，不得妄议朝政，不得擅离封地。这些组织，我是明知故犯了。现在，我把你的靖海将军兵符还给你，任凭处置。 师兄，你想干嘛呀？皇朝上这个狗官，自己怕死不战，还要污蔑惠王谋反。我要救惠王，洪州容不下他，咱们南华安寺藏得下他。光凭化日之下众目睽睽，你这身和尚打扮，一眼就被人看穿了。就算你把惠王救到南华安寺，这官兵闻风而来的话，你不是一样会给咱们南华安找麻烦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 师兄，你先告诉师傅他们，让他们从小木嫂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关于救惠王的事情，就交给小师弟我了。你，馄饨。 热腾腾的馄饨，来买馄饨的，来，过来，哎，来几碗馄饨。好，多少钱？军爷要吃，不收钱。晚上当班不容易。好吃。谢谢你了，兄弟。 皇叔声要害你，你先给我躲回华安寺，再做打算。你呀，不知道其中缘由，本王自有主张。我不能走。王爷，王爷得罪了。你这个歹瓜，这样扛着他，过不了多久就被发现了。那你有办法？ 当然了，跟我来。来。
是要敲门，要是不让他们乱起来，我们就出不了黄州城了。来人呐、啊！有人把贵妃抢走了！不好了，回屋逃跑了，快到皇宫去！来人呐、啊！走了！来人呐、啊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！怎么回事？军爷们，我刚才看见有这么大个彪形大汉，拿着这么大把刀，把那几个军爷给打晕，然后把那个笼子里的家伙给救走了。那个大汉去哪儿了？啊，那边，那边，往那边去！快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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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快！跟上！这帮守卫已经被我骗走了，我进去看看有什么能用的东西，在这等着我啊！去了，行了行了，我搞了辆马车，那马也不错，咱们赶紧出城去吧。你从这里面搞了一辆马车？不信呐，这叫调虎离山。我把那群守卫调走了，自然马车跟宝马就到手了。啊，原来你也是救惠王的，看来咱们是一家人啊，兄弟，差点误会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行了行了，少跟我套近乎，也少跟我称兄道弟，本少爷不吃这套。那可是万一咱们出城之前碰到巡逻的，那不就死定了。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兵你就怕了，本少爷一顿砍瓜切菜，趟出一条血路杀出城去不就完了？喂，不可，我们是来救人的，不是来杀人的。人生在世应该慈悲为怀，咱们能不杀生就不要杀生了。好吧好吧，呆瓜，你说不杀人咱就不杀人，我有办法。啊，你又有办法？那是当然，我的外号啊就叫有办法。爹，你死得好惨啊！爹，喂喂喂喂喂喂，你这样也可以啊！赶紧的，快点吧！爹，这，爹，哎呀，爹，爹，你死得好惨啊！你为什么得病啊？爹，你死得好惨啊！你可得小心点，千万别离他太近了，他是在桥上杀死的，太傅说得赶紧从出城外去把他给埋了，要不然就会一个传两，两个传三，三个传四，我们大家就倒霉了。去去去去，大将军说了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出城。哎呦，我们就是大将军府里面的下人。你看，还要再过去看看他吗？来，去去去，赶紧出城，赶紧出城！谢谢军爷，爹，你走吧，快走，爹。没关系，还有啊，我不叫呆瓜，我有名字，我叫杨树。切，你的名字还没呆瓜好听呢。哎，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华安寺。你是南华安和尚？是，也不是，我是南华安俗家弟子。哦，俗家弟子。不过你除了留着头发，行为做派还真像和尚。我是从北方来的，早就听说过你们南华安风光秀丽。一直都要去看看，这回也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走一天山路累了吗？不累。这看不出来啊，长得还闷闷嫩的，像个大姑娘，走起山路来倒是挺有劲儿。小爷长得白那是天生的，别看我白，咱可是不折不扣的英雄好汉。小师兄，你回来了，快去禀告师傅，我带了一位贵客回来。好。两个，我不是贵客。喂，小和尚，两个。好，知道了。我把惠王救出来了，那个黄超生想诬陷他，把他关在笼子里，三日之后还要处决他。
这位施主是？我是董熙，是我帮这个呆瓜把惠王救回来的。喂，别再叫我呆瓜了。师父，嗯，多亏了这个董兄弟帮忙，要不然也很难把惠王带出洪州城。啊、哦，行了，你们一路辛苦了，你带这位施主去吃斋饭吧。哦，走吧，我们这斋饭可好吃了，走。嗯。去塔林的方向干什么呀？他们两个这么鬼鬼祟祟的去那么偏僻的地方，必有缘故。呆瓜，想不想去看看？杨树和董熙惊讶地发现，后山的密室之中藏着一个人，此人是黄朝生手下参将吴飞，他夜闯敌营，意外探知到九千岁和黄朝生一直与倭寇暗中勾结，于是冒死盗取了记录他们与倭寇分赃的账册。胡大师将此秘密告知刚被救出的惠王，惠王得到人证物证，决定面见皇帝揭露九千岁罪行，二人商议兵分两路，一路由华安六虎护送人证吴飞连夜进京，而惠王自己再次主动自首借机进京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着几一位监护马千秋赴洪州，将惠王朱佑基押赴京城，即刻启程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啊，臣领旨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有话请讲。这个本来呀，这个惠王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，可谁成想我手下那帮酒囊饭袋居然让他跑了。哼，跑了。老爷，说惠王他来到府前，说是来自首的。闪开。在下仅一位千户马千秋，奉皇上之命。不必说了，我今天回来就是准备负荆请罪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本王任凭皇上发落。马大人，请惠王上车吧。把王爷的
你看如何？好。马爷走官道，我们走山道，得马不停蹄赶到金城脉跟他们会合。好，好，走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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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消息，可有什么情况？报告将军，小人从附近山门口中打听到一个消息，今天早上有人曾见到寺里六个和尚背着行囊，带着一个人下山去了，那个人应该就是吴飞。山民看清楚了，是吴飞和那六个和尚。千真万确，将军，那个吴飞多年前就在南华安行伍，和许多山民都算得上旧相识，应该不会认差。下山去了，难道是往京城去了？坏了，要坏大事。走，撤。连夜派出精兵强将，捉拿吴飞和那帮秃驴，务必赶尽杀绝。快，快回寺里，走。嗯、师父，不好了，那个黄超生要派人追杀吴飞和六位师兄啊！你们怎么知道的？现在怎么办？黄长生派出的刺客可能已经上路了，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追到六位师兄啊！树儿，快去找匹快马，为师这就下山。师父，让我陪您一块去吧。这件事本身就是因为弟子贸然营救王爷，现在六位师兄和吴三将都身陷险境，我怎么能安心呢？是啊，我也跟你们一起去，我就是从京城来的，也许还能帮上点忙呢。也好，世间万物皆因缘，你二人误打误撞闯进这惊天的大事里来，或许是机缘巧合，将来也许是万水千山，大有可观的。去吧。怎么样了，回将军？派出的人刚刚传回消息，他们正在全力追赶吴飞和那帮和尚，请将军放心。也就是说，还没有追上。是，吴飞他们早一天上路，而且也是日夜兼程。去，飞哥传输前面的驿站，让他们无论如何都要赶在吴飞进京之前干掉他，否则提头来见我。是。大师兄，咱们和马家边走了一整天了，也该歇歇了。前方二十里有个村庄，到了我们找地方歇息，天亮再走。吴参将，你行不行？我没事儿，我们多走一段，就早一点到京城。我们走，走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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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撤我曾看见六个出家人和一个俗衣打扮的男人路过此地。有啊，昨天晚上有人在我们吃过饭，不过很快就走了。哎，奇怪了，居然接连有人打听那六个和尚，还有人打听他们。就在中午，有一大帮黑衣人，都带着刀。黑衣人？黑衣人？是啊，看样子就不是什么正道的人。师父，肯定是那个姓黄的。走。朱爷先生，你怎么来？你怎么来了？
人要亲自见你一面。行了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已经派出人马去追杀吴飞和那帮秃驴，放心，一定能追上。可是黄将军，据我们得到的消息，当夜潜入贵府，协助惠王夺取兵符的，就有九岩山的华安六虎。恐怕惠王已经知道你我之间的秘密了。惠王。怪这个朱佑基冒着杀头的死罪，也要抢夺我的兵符。完了，他现在已经去了京城的路上。哎呀，路算一招，路算一招啊！这无疑是放虎归山呐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将军莫急，我家大帅已经命我派出一队人马追杀惠王，力求斩尽杀绝。奔波，眼看已经接近京城了。按之前的约定，双方假装并不相识，只是互相默默致意，大家心里都有了底。可他们都不知道，倭寇和黄朝生派出的刺客也已经尾随而至，一场生死危机一触即发。董施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得知黄朝生要派出刺客追杀你们，我们星夜进城，终于赶上你们了。刺客，大家多加小心，全力戒备。我们这么多人，打起来也不怕那些刺客。不可，王爷，多加小心为是。总之，全城是危险重重啊。常言道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现在是危机四伏。依老衲之见，你们几路还是合并成一路走好。这样彼此也有个照应。此话不假，我们还是一路同行吧。翻过这座山，就是京城的地界了。Thank you.
妖术。本王送给你的那个药囊带着呢吗？对。师兄，你忍一下。飞镖上配的是扶桑剧毒，若是不用内力把毒逼出来的话，恐怕他们支撑不了多久。因为我连累了华安寺，本王深感内疚啊。这回我等出山是为了解救天下众生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王爷不必自责。师父，黑人转瞬就到，我们三个人又受了伤，这猛虎阵又使不出来，我们走又走不掉，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师父，师父，我们三个人要是拼了性命，或许还能再撑会儿。不行，你们现在身中剧毒，再战恐怕性命都难保。师父，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？师父，开杀戒吧！适才观战，三人皆勇猛异常，只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如能组成猛虎阵，定能威力大增。师父，弟子从未入过猛虎阵，恐有疏漏啊。杨叔，你乃我华安俗家弟子，手按棍法，正好替你的猛虎师兄。没错，我使刀，世子殿下用的软剑也是出神入化，我们两个一左一右。好，我们三人入阵，虽然比不上六虎的威力，但对于他们绰绰有余。西湖大师，你在旁边指点，我们三人上前杀敌。你们这帮人七嘴八舌说够了没有？是不是怕？
我们已战几回合还未分胜负，我们东阳武士从来不做缩头乌龟，来呀！想